啊，战力多少级啊？我小龙女战力2000万。哦，菜鸟啊，恕不接待。你，胖叔叔，那要多少战力才可以啊？战力至少得2001。睁开你的眼睛，看看我够不够？什么？战力1亿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开局选乔帮主。如果拥有2000个炉炼器，可以开出极品装备吗？啊！你看我挂机了一晚上，已经有了2000多个炉炼器。你看我现在的等级是28，能够抽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只有0.035%。但我这么多抽，肯定能出一个吧？吸一波你们的勾芡，咱们开抽！哎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哦，真的开出来了，极品神装如意金箍棒，暴击增加10%，跟你装备上去试试，手会直接秒杀，你们快来试试吧！